在地理大了，你们原来不是台湾文化，我是台湾文化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学位，澳大学的，那个黑呀、啊，英文的黑只有三个形容词，lucky，最黑的变成lucky。 你听懂？对，这知道啊，知道。对。不然问出你是啥？很多集。哦，密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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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
奥林尼姆没有听过，最高级才是奥巴马，现在美国的总统叫奥巴马，这个脱口秀有那个两千块呀，有那个价值吗？